怪兄弟们这些臭水果。哦，王美女，票怎么卖了？2块钱，哥哥，这个还没开张呢，挂上就给，可以多给你俩。嗯，来200块钱来。200块钱，行行行，来。哇，恭喜哥哥中了一个大西瓜，哥真厉害，这个哥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啊，行行行，好嘞。哇，一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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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女儿，你把我套中的给我搬过来吧。女儿，再买点圈。不卖了。我看你也不大，你这摆摊摆多久了？刚买，刚买第一天就被你套没了。那你怎么在这里摆摊？这不是也是方便吗？我姐在里面当收银员，然后买多少给多少，不需要太多钱。刚毕业不知道干点啥。你这刚毕业又缺钱，怎么不去上班呢？之前找了很久的工作，但是高薪的工作太难找了，我就想着摆摊多挣点钱嘛。那不简单吗？你上五八同城啊，工作超多，月薪10000以上，五险一金，周末双休的工作都划不完。你看这个文员的岗位多适合您，还能打电话直接跟招聘方联系，有啥直接问，找完工作还能顺带把房租了，啥都能搞定。行，那我待会儿去看一眼去。哎，还没开张呢就背上饥荒了。这一千呢，你把它收下。哎，今天天比较冷，早点回家，好吧？走走。哥，那个，感谢你来北京了，要不咱俩合个影？套就套，卖不了，我们做生意，你说卖就卖啊。嗯？这怎么了？这我也套不中啊！这你看大冷天的，这小狗多可怜啊！老板就不卖给我。老板，你卖人家怎么了？都弄完了，你说卖就卖啊？哎，卖算行吗？多少斤啊？弄50了吧？完了，来，好厉害啊！拿过来吧，拿过来。什么？一个套一次，咱套2次。老板，你怎么耍赖啊？刚才不是还1次呢吗？你怎么这样啊？男的套2次，女的呢？不是，女的套1次。你怎么这样啊，老板？没事，来拿手机。买14了，胡哥。买什么买？左下角就被免费领取了，你不知道？你这真的假的呀？当然是真的。哎，哇，好厉害！狗哥也给你，笼子500块钱。行，那你把狗拿过来，不要笼子了。我太难了。脾气还挺大。快上来套退一下子吧，受不了，卖肉馅不退。哥哥，我喜欢那个小鸡儿，你能给我套一下吗？没问题，来。哇，做的好厉害啊！他这公鸡，干嘛这么？你干嘛呀你？小伙子，别套了，天这么冷，把套球给套背了都。不套了。把那个狗给我套过来行不行？给你套过来。What the fuck？ 搞坏了，你回头车吧你！你怎么不说话呢，老板？别车了啊！我怎么不会倒车了？你坏的那样坏，连坏鸡巴老林，我教你怎么套了。看见了吧？你要这么套？对，就这。来，给我来50万圈，来。来，那50。哟，看猴套吧，真不猴套。好，谢谢老板啊。还行啊，行。哎呦我的妈！哎胡啊，你这手表还能接电话呢？那德国购买的智能手表，能接打电话，能放歌，还能测心率、测睡眠、血氧什么的，还有机会抢1000元5门彩优惠券的，抢到之后买能划算不少呢。不过那这手表得不便宜了吧？没那么贵，才200多呢。上面啥类型的手表都有，比店里划算多了。那假的呀？不信？同款链接和优惠，点我评论区进去。哎，中了吧？不错，光是能跑不算，后面有100多点出来。
哪有这个道理啊？哪有说套路不给的？套哪不行啊？老板，啊，一百块钱多少套？一百块钱，快收摊了！100块钱都给你。好，这可以。来来来。哎，中了吗？哎，中了吗？给我吃！走！哎呦我的妈！哥们儿，你这人最坏了！猛得预警啊！哎，老板，拿过来。老板，这底座不给啊？罐头，给你，你敢吃吗？不是，一罐头有啥不敢吃的？你敢吃，我把整个套都给你。啊？演个戏，老板。如果你不敢吃，把套我的货都给我留下。来来来来，老板来来来，给给还有个起子，给一个起子，不气了，这什么呀？这是这啥还用不敢吃的？这啥？我去，臭臭的吧？味儿挺大，老板，我留住了，胡哥。这什么呀？这么臭啊！这个，你是啊，你是啊，不是胡哥，那你胡哥算了算了，老板，我要他真是我的了啊！也没定，干的是也没定。老板，那我真放开套了啊！来来来，套看你啊！看我呀！来，兄弟们，咱挑战一下，20个圈到底能套上多少个？来，谁行谁不行还不一定、啊。来，这挺硬啊！来。老板，还有最后一个圈啊！中！老板，20套多少个？你是真牛逼！我摆摊这么多年还没让我亏过呢。老板，你不上班啊？我上班干啥？我这摆摊跟上班不强。老板，那你这一天这个流水多少？干啥？我这机密。啥密啊？这是想看看。对，老板，你赶紧说说，你说完之后，俺那东西俺不要了，行不行？对，东西不要了，一个不要，行不行？啊，真事啊？真的。俺有好戏，你说说说说。嗯，不是，老板，你成本多少啊？你那个？成本多少？嗯，下来3000左右。3000左右。你像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话，生意怎么样？1000大几百，差不多。那应该像这种情况下，礼拜六或礼拜日的话，我估计最低得翻一倍吧。翻一倍，翻一倍。那过年那时候呢？过年那时候也就靠过年，过年吧，是吧？过年的话，反正我估计他像这种摊位的话，弄个5000来块钱，那都玩的有啊，多的是。哎，七八千，不是7000，7000-8000，差不多吧。我也不容易，你看这像不像老板这么年轻的，一般也少，你看摆摊也少。对对对对，老板，你刚干的时候，面子能拉下去吗？拉不下去，正好面子了，是吧？你想挣的这个朋友们怎么说呢？你像20多的、30多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啥重要？是这重要还是这重要？对不对？我这爱说实话，朋友们，啊、嗯。钱重要是吧？你看你进这个货门，你看他从哪里进的？干啥？有，我那里都有啊，干啥？那有啊？那有便宜吗？便宜，以后你直接找我都可以了嘛。来来来来来，绝对妥妥的去，那必须的，把这放下去，是不是？这就来了，对，你要不来不了，以前都好这个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脱。